台南市长委托六月三十前往永康区嘉定里视察天狗日确认化学防治情形，并呼吁居民齐心齐力配合市府天狗日防疫措施，汲取台南市1804年天狗日大流行的经验和教训，也要以高雄市今年发生的经验，一定要让病危网组织在第一线。今天来永康区嘉定里这边来视察这个当地的防疫工作。其实我们非常感谢各位里民跟市民的配合。对于永康发生第一例，台南市的这个本土登革热，我们也表示非常遗憾。但是事情发生，我们决定要赶快去处理，避免这个第一例的本土性登革热这个变因而扩散掉，这是非常非常不应该发生的。这个是那个灭蚊的，灭绝的。黄市长对永康区发生的第一例台南市本土性的天狗日表示非常的遗憾，但代志已经既然发生，就要赶紧去处理，避免第一例本土性天狗日因此扩散。那希望说发生第一例的本土性病例之后，那一个月不要再发生第二例，那更不能发生群聚感染。我们要汲取2015年、104年的时候台南的经验和教训，也要汲取这次在高雄发生的经验跟教训。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病毒、病媒蚊阻绝在第一线。黄市长讲，除了市府团队扩大轰炸、围剿、喷药，宣传车嘛伫行动四界走以外，嘛一定需要全体市民总动员，家家户户做伙动起来。落雨了后，进行顺道清刷防治措施，让全体市民唔免受到天狗日的危害。